不行就别干了，三天两头出车祸，还说做大生意，现在生意没看着，一天天的赔钱。那上次是把那瓷砖给撞碎了，这次是直接翻车，让你好好学车，好好学车。我好好学车了，我那驾照是正儿八经考出来的。再说了，这次也不是我开的车。那不是你开的，也是你那个钟哥搞的。你还给我保证说他靠得住，靠得住。现在怎么着？他哪一点靠得住啊？可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就讨厌你说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我不就更没办法了？你儿子要上大学，你想让他没书念呢？啊，这可是你们一家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人家现在还上的北京的大学，你那路费、生活费不给人多准备点啊？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东东，别学你爸啊！别学你爸这么没出息。我怎么没出息了啊？我每天冒着生命危险，我就跑成都，我去挣钱，我怎么就没出息了？你有本事，你别翻车呀！你把车开好，你挣大钱呢。妈，这就是出车祸了，就是得赔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我怎么嫁给这么个男人了？我。来人呐！来人！老马家出事了！我爸出事了！爸！老马这怎么了？爸，你醒醒！老马，石正，爸，石正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爸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老马，老叔，老马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从上面下来，我就躺这里了。不是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！我去叫大夫，叫大夫！小不能乱掐，都放开一点，别乱掐，留一点空间。快叫救护车！没事，没事，大夫一会儿就来了啊！快动动，回家把乳膏拿来。好好，别围着，别围着。家人不家人你妈妈呢？我妈陪我妹去电视台了，我联系不到她。哎，大夫来了来了，来让一下，快快快！大夫，大夫您看看，医生怎么说？出什么问题？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赶快送医院，快！啊，那我晕车，哎呀，车刚被撞，怎么开呀？发动机还在。爸。是家属。我是。急性心梗，要马上手术。先把表签了，然后准备手术费。我马上回家拿钱。小娇，来，先把表给签了。小娇，先把表签了吧，钱我有了。签吧啊。哎，那对了，咱们得回去一个人在家等那个牛姐啊。对呀，哎，要不我回去吧。哦，好，哎，东东，骑车去，快点啊！没事啊。司令啊，满叔正在抢救，我看看牛一回来没有。哪个医院？小健来了，马叔怎么样？哎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你来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小小呢？小小出去给他妈打电话了。哎，你说这牛姐也是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来？真急死人
姐，在哪？妈。我去回个电话，放心，很快就回来。喂，小健，飞哥一直在找你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他这么急找我干嘛？当然是有急事儿了，让你马上去码头啊！你跟他说我今天去不了了。哎呀，兄弟，我已经帮你说了很多次了，飞哥不同意，一定要让你来呀。还说不行，就找人去小香港找你去。我这就过来。好，那你快点啊，十万火急。知道了。情况不是很好，还在抢救中。哎呦，快有姐，姐姐姐，哎呦妈，快快快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哎呦姐，别急啊，那你千万别着急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们家老妈就喜欢吃独家水烧这道，我要是不让她吃，她就不乐意。你说这叫我怎么办？哎呦姐，你别急别急啊。没事，会过去的，会过去的。好，行，我答应你。你只要醒来，我就陪你回北京。你想待多久，我就陪你待多久。行，别难过，姐，会过去的啊。别难过啊，都会过去啊，别难过。拯救完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好，别管了啊。你们就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跟我说这些？没事啊，别客气。哎，回来了。我想来，我吃。来来来，走，没事，没事啊。飞哥，你从来不会迟到啊。林夕生病了，我去医院看了一下。
听说你为了街道的事情让阿华有了不少牵扯是吧？华哥这么针对我，飞哥也知道为什么。对呀，飞哥，小倩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们一直在找他的麻烦。小倩做的事越来越好，他们就像疯狗一样咬人而已。你知道吗，我最近一直不顺，除了阿华那边，我们自己内部有问题。阿健，我这么多兄弟里面只有你是新来的，你能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你来了之后我那么不顺呢？我说过什么你都知道，你信我我就不用解释。我问的是老子为什么不顺，我为什么错了？我就说嘛，小倩，飞哥是很英明的，肯定相信你啊。哎，飞哥，把人带过来。他是叛徒，现在跟了阿华，把他做了。哇！你们这群金鱼佬在这干嘛呢？拍拖，还是养金鱼啊？你们要干嘛？接人，接他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他能背叛我，将来也会背叛你。你搞搞清楚啊，他背叛你，是因为你这个大佬没有魅力，你的铺子没有大，可能一个吴小倩就足够了。我可不一样，我需要人手的地方多得去了。哎，放屁啊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啊？阿飞啊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今天就这点准备就来了吧？哼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光你的货我要抢，你的命我今天也要拿。我第一个人就是你，干他！站住！警察，你们好。家属，患者血管严重堵塞，耗血量很大，我们血库又没有血了。你们有谁是 B 型血？我是 A 型，我也是。那也不够呀。那我先去叫人。我去叫。我去。我也去。快去。
现在呢是血库里的血不够了，就只有麻烦各位街坊邻居了。哎呀，李叔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达达，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没事吧，爸？没事。老刘，没事吧？你怎么觉得那么难受？是啊，你这是淤血还是血？哎，不不不，嘉豪，嘉豪，嘉豪，老刘，不行，你带嘉豪回去吧。就是你这，哎，嘉豪，挺住啊，行，千万的，我背你啊，啊，行，回去回去，走，哎，怎么样啊，大夫？过去了，还行。姐，谢谢医生。哎呦，谢天谢地。哎呦，来，不要哭啊，都撑过来了，没事啦。不要哭了。玉叔，你们先回吧。啊，不不，我们就在这儿。不用了，今天你们已经辛苦一天了，我在这儿就好了。别呀，我们没事儿就在这儿。明天早上你还早班呢。是啊，明天你还上班呢。豆奶，谢谢。东东，哦，哦，哎，东东。老爷，你说，今天辛苦你们了。没事儿，街坊邻里的都是自己人。东东，留这儿啊，好好照顾马叔。没问题。东东现在是男子汉了，让他留下来陪你。我和你好姨啊，就先回去了。明天你好姨下班，我们就过来啊。哎，爸妈，你们俩慢点啊，开车累了就休息会儿，千万别疲劳驾驶。就你爸这样，不疲劳他驾驶不了。快走吧你！走了啊！小江，你信吗？我妈肯定又得骂我爸一路。尸体还没有找到，估计也快了。李叔，马皮是因为我而死的，他把我当兄弟。阿飞怀疑我的时候，是他站出来，用自己的命给我做担保。他到死都没有怀疑过我。小姐，你没有错，你是为了守护正义，你是为了保证更多无辜的人不受伤害，你没有错。华哥和阿飞已经被我们抓了，为了不让你的身份暴露，你也需要进去一段时间。我们进去之后，阿飞和华哥背后的人一定会出来收拾烂摊子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
小健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心一点。我要去急救室看马叔。我跟他约定好了，打完电话去学就会。小健，你躺下，你给我躺下。小健，有没有弄疼你啊？没事吧？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放心，他们的情况我会掌握的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也可以去帮你跟他说说。不用了，你别和他提过。好，帮我照顾一下奶奶。为我担心打抱不平，我们承诺过就算分离也不会忘记，你是我永远不放弃的原因。我不相信你走得无声无息。小小，我知道你特别特别坚强，但你以后万一有难过想哭的时候，你用这个擦。啊，这是我特意让我妈从家里找的，不是我的。你终于笑了。不用，你不是下午两点出差吗？回来啊！我不装箱，我叠叠之后给它放到衣柜里去。为什么呀？啊？我不去了。为什么不去了？不想去了。再说你不是也老不喜欢我满世界的乱跑吗？不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呀。早就想开了啊！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！只要平平安安的、健健康康的，想着回家就行了啊！去吧。老婆，怎么了？哎，坐坐坐！哎，下了那么多的雪，头还晕吗？哎，不晕了。哎，我想这样，我想请咱们院的这些邻居一块在咱们家吃个饭。都忙了一晚上了，在医院一直都没闲着。哦，行啊，我还想再去买只老母鸡，给你也好好补补身子。哎呀，不用，不就是献点血吗？又不是孩子，不用。要不咱俩再生一个？我打你我！哎，真的不走了？真不走了？哎呀，通过老马这事儿啊，我也明白了。你说这挣钱什么时候挣到头啊？我真是觉得应该好好的在家呀，多陪陪你们。嗯，待会儿你休息啊，厨房的事儿都交给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歇着啊，还是我去吧，哪有男人进厨房的呀？今天咱们就破个例，你休息，我进厨房。好了，已经好了，别怕。
小马，恢复的不错。谢谢啊，大夫。不客气。老马，可算是醒了，你吓死我们了。平日里啊，让你少吃点肉，多锻炼身体，你就是不听。爸，等你好了，跟我一起去北京，好不好？哎，老马，这个身体可不能轻易出门啊，至少还要调理个三四年。北京太远了。那以后去。是，没事儿，爸。养身子要紧，等你身子养好了，我们一家人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对。以后啊，你必须得听我的，少吃油腻的，多锻炼身体。你说你这住院花钱咱不说，这两天我的店都没开啊，那得损失多少钱？钱重要还是我爸重要？都重要啊。来了，老杨，杨叔，老哥，快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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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摆上，哟，刚摆上，正好，来，这这一桌子，大姐，哎，老爷，还有呢。林姨，我妹妹急去了，我能替她多吃点。哎，多吃多吃，你看我做了那么多菜呢，一定要多吃啊！哎呦，这么大一桌菜，就我们一家人呢、啊。哎呀，老梁啊，临时起意说要请大家吃饭，不是别人都有事儿吗？哦哦，对了，你们先吃啊，我还有菜呢啊。哎，家豪，我帮你。家豪，别忙了。哎，没事。你们小哥俩也喝点白的。说，哎，不喝了，我还得去医院呢。这，正事儿正事儿。哎呀，老梁啊，真是羡慕你啊啊。家豪这么贤惠，哎，家和万事兴。是，你看你现在的生意也越做越好吧？李哥，这您，您看我这屋这地板漂亮吧？啊，这家豪啊，就是这地板上那曼妙的舞步。哎，啊，会说话，学着点啊。吃菜吃菜，没事，不用等他们啊，别客气。哎哎。我呢，拿点东西，马上回来啊！别等我，你们先吃啊！别拿酒啊！哎，酒够，马上马上！哎哎，别等我，别等我！你怎么走了？怎么这要拿点东西，别拿酒去了吧？哦，哎，怎么不吃啊？赶紧吃啊！来，姐坐，坐坐坐，吃吃，来吃吃吃。谢谢您，喝点白的。哎，不，来，一会儿老一会儿再陪你。林爷，嗯，您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一会儿给小小他们送的，他们在医院。哎呀，他们的我已经给准备好了，我还专门给他们煲了那个鱼汤了。哎，就咱家那个保温桶放哪儿？我怎么找不着了？啊，没事，梁叔，我爸手里有，我去拿。哦，哎，那你快去快回啊，菜都快凉了。哎，嗯，哎，奶奶，快吃。勇哥，哎，兄弟，哎，这是我们这次运输的赔偿合同。我已经跟商家沟通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一次啊，都怪我多说话，才引起了一些路霸呀勒索。不怪你，那些人就是想找麻烦。就算你不说话呀，他们一样会这么做的。这群铺盖仔呀，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。好在啊，人没事儿，咱们就算花钱买个平安了啊。还有，千万不要给家里人说啊。免得他们担心我们，我听你的，我没跟家人说。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这样，咱们呀，先休整一下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把湖南还有广州的这市场都了解清楚了，这个市场很大呀。我要好好想想接下来我们怎么做。好，你等我消息吧。嗯，那好，合同你先拿着。哦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哎，好，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。啊，都听见了。我也跟家里人说的，
好儿子。走吧。我去店里看看，真是有点不放心。哎，你们俩替我盯着。去去，马上就回来。妈，哎呀，你别着急啊！你着急去店里干什么呀？钱又是赚不完的。现在你就在这儿陪着我爸，我爸现在需要你，他想让你陪他。这样，我跟达达回去收拾东西，顺便带点饭过来。去吧，去吧，去，走，来来来，走。爸，你先歇会儿啊，一会儿给你带饭。握着我的手，来，坐下。李叔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这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。结束了？阿飞背后的人还没揪出来呢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阿飞和华哥内斗进来之后，他们背后的人并没有要捞他们出去的意思，我们猜可能是你的身份暴露了。那自然这件事情也有可能彻底怎么了？彻底怎么了？我问你话呢，彻底怎么了？小金，干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！你先出去。为了这件事情，5年，整整5年，全麻阳街的人都觉得我是堕落孤儿仔。我奶奶天天替我担惊受怕。我骗了把命给我的马匹，我还得骗。还得骗我最不想骗的马小小。我现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？我可以帮你安排换个身份去北京。不用了，我坐牢，我就要在这里引出幕后头目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小金，保重。恐怕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，
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为了你的安全，组织也提供了其他的方案。在前日警方的治安巡检中，抓捕了宋某飞、蔡某华等17名械斗分子。针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，警方将依法严厉处置。针对涉事人员是否有其他罪行，警方还将进一步严格调查。哎，奶奶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回来，都回来！哎，奶奶，坐下。奶奶，您别哭，回不了了。我会替小健哥看好这个店，我会照顾您的。请进。你好，你好，能探视一下欧小健吗？欧小健，你是欧小健什么人？我是他妹妹。妹。那亲属栏一栏怎么没写呢？你事先联系好了吗？有探视通知吗？那你有介绍信吗？我看看。也没有。那户口本总有了吧？我们规定要的证明你一个都没有，那很难办。嗯，我就看一眼行吗？我不知道要带这些，我下次带来。这样吧，你先去门口走廊坐着，等一下，我去联系一下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